不认打我，我给你等着，我给我妈打电话，让我弟来接我回娘家，让你打我，打吧，谁让你他妈打儿啊，打儿不孝顺。喂，妈呀，啊，我弟在家吗？啊，你让他来一下，我要回家，接我。啊，没，跟他打仗了，他打我了，我要回家不跟他过了。你让我弟赶紧来，我挂了去。我看你打我吧，一会儿我就回家，我打我呗。那就打，怎么了？像打儿，打儿不孝顺。你等着吧你，你等着吧，等会儿来看我弟来收拾你不得，你看着你打我，我回家我告诉你，哼，等着吧你，哼，我看你给你点脸了，你现在真是，咋的了？谁来电话了？啊，我妈给你打电话了吧？喂，妈。他说我打他了，你问问你姑娘，我为什么打他？那孩子在那个地方吃饭吃的好好的，他过去催孩，啊，完了之后孩子没听他的，那家伙就不两呛了，就这个噼里扑噜给孩子好顿打，说孩子不听他话。完了之后我就说他嘛，他朝我来了。又要踹我，又挠我，挠死你！谁知道他怎么了？嗯，也没打他，就朝他屁股拍了两巴掌，他就搁那呜嗷的叫唤我打他了。哎呀，对呀，那不是打呀，那不是打呀。嗯，对呀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哎呀，我就说更年期提前了。哎呀，你踹，你这踹我的，啊，你拿咱你再不能拿孩子出气呀、啊，那孩子他知道什么？嗯，我在气他，嗯，没事了，妈，好嘞，妈咋说的？妈咋？咋说的？咋说的？咋说的？你等。给你好日子过，怎么的？天到晚跟我凶，怎么的？我告诉你哈，真的我还打你。妈咋说的？快点来。嗯，妈说不用搭理他。不用搭理谁啊？不用搭理你。怎么不用搭理我？啊，要不然玩这好赖不值这个东西，一天到晚拿孩子出气，就打你轻了，告诉我这仗是就揍你。揍我？妈让你揍我？对呀。你别跟那瞎说了，你。嘿，你不信你打电话问妈。妈说了，你再拿孩子撒气，再来没事找事跟我俩就揍你。哼，得了吧，我那信呢？不信，你给妈打个电话试试。哼，你看看，老丈母娘的口头谕令，你再给我嚣张，我削你！我告诉你。你敢吗你？哎呀，我不敢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再给我瞪起两下，哎呀！你这个败家玩意，你还来跟我来张上了你啊啊！哎，我这叫嘚瑟，嘚瑟啊，再嘚瑟，打不死你我！哎，好，给妈打电话吧，我打你了。省的。不行了，你不要给妈打电话了吗？哎，这小舅，你小舅的叔叔啊！我错了，你老跟我舅这么牛叉，打吧！不行，我给你拨电话号码。就这么牛叉，咋的，小爷儿？